他们一路走过来，步步踏实。从南回站稳啊，开始了，带起了这一群的当地菩萨。接下来就开始了跨国，从这样一个国家再跨个国家。现在呢，非洲的国家呢，已经呢慈济人延续去，哇，真侪咯，八九个非洲国家这一群，虽然还没有翻转物资的富有，可是呢，他们的心灵呐转了啦，而且人人富有。富有爱心，哪怕他们家米缸里啦都已经没有米啦，他还把米缸呢淹起了啦。那一把米呢，他也要把它扫起来，总是呢要拿到啦村里有个这个残疾的人。穷困饥饿中的人，所以哦，那样的真诚的富有，你叫我如何不赞叹呢？